孝顺父母，敬重家人，对生活充满喜乐，对工作充满热情，同舟共济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同舟共济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哎，亲爱的，哇，你冷不冷啊？有一点点冷。你确定是一点点吗？还行吧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今天漂亮吗？特别的美。